这一台、oh, commercial 对，基本上就是为了 B2B 的一些特殊的标案，因为它这一台的话，基本上它会有蛮多客制化的功能，因为这台其实它甚至包含了 NFC 的感应，然后 Smart Car Reader 都有， okay. 然后它也有符合一些就是环保材环保的，对，没错。然后这一台主要是它的 I/O port 其实也很齐全，你看到这里有两就有两个 Type A， 然后还有 HDMI， 甚至连 RJ45 都有加入。OK， 对。然后旁边有 Type C、Type A 这些的。OK， 对。然后甚至可以插入金融卡。然后 NFC 主要是也是为了那个 security 的部分，就是它可以拿来做 login， 就比如说你有你的识别证或手表，对，才可以拿来做认证。Oh, OK， 对。基本上这次新的话就会是这四个东西 ，OK， 对，然后其他的 CS 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，对，对，好，那就感谢你今天的分享。如果有什么其他机台想要也看的话，再跟我说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， okay, 谢谢。